还拿着东西比比划划的。看那造型是把菜刀，大哥有话好好说呀，把菜刀放下行不？你看仔细了，那可是大哥吃饭的家伙事儿。他是个厨子吗？叫张志博，今年36岁，画画有20多年，现在在老家弄了一个画画工作室。啥？画家？厨子改行了？你这就不知道了吧？这叫刀画。我觉得刀画比较适合我，我比较喜欢简单简洁，然后就学了刀画。刀画能表现出油画的一种写意。别人用菜刀做菜，你用菜刀画画，家里买不起画笔呀。别说你不理解，他爸都不理解。他爸觉得是不务正业，然后就不太支持。我爸叫我跟他学才，但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画画，别人都学不来。看来你是认准这条道，要一条道跑到黑了。黑啥？人家现在都见亮了，爸爸都开始支持他了。刀有刀的所长，刀画也能画风景、人物。很多都能画，我个人画的画会比较小众，所以欣赏的人不是那么多。目前收入也还行吧，日常嘛都会出门饮料啊，一起买饮料啊。我爸现在也开始喜欢